吃饭了，朋友们，先吃这个辣椒开胃。哇，剥皮辣椒。糯米笋炒肉，这个糯米笋19.93元，我这个吃的是新满厨的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这个是扛把子鸡的啊。如果你吃其他品牌的糯米笋，你觉得不好吃，那这个你是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我家里人还有我亲戚，我一般推荐他们买一下这个尝一下，他们都觉得很好吃。全部都是笋尖，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虎皮辣椒今天。哇。烧鸭。
今天这个辣椒还是有点辣。